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高雄亮起来，我是昌邦，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点亮高雄。当火灾发生的时候或者紧急救援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消防队员开着消防车以及救护车赶往现场来抢救的情景哦。但是呢，如果能够预防胜于抢救哦，如果民众能够多一些自救防灾的方法的话，其实就可以减少一些生命财产的损失哦。所以在节目当中呢，就请到了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局长陈宏龙陈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消防队员的工作状况。陈局长好。主持人好，我是消防局局长陈宏龙，欢迎局长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 就是呢我们消防队员到学校里面来进行一些消防安全的宣导，来看这一段 VCR。火灾发生时，洒水灭火是最常见的景象。在消防队员教导之下，小朋友试着转动消防栓，看着水柱射出来，也熟记火灾发生时打119的报案程序。要开的时候往左边转。然后要关的时候往反方向转。在关是洒水的体验，如果发生火警的话呢，要打119。要先打119，然后请他们告诉他们地点在哪里，让他去救火，才能把人救出来。而如果深陷火场，四周都是浓烟呛鼻，保命逃生也非常重要。小朋友在烟雾室里靠着墙壁蹲低身体，呼吸地面墙角的新鲜空气。而如果在高楼来不及逃到地面，只好乘坐缓降机，操作时也要特别的小心。没办法从阶梯逃生的时候。哦，这样。那坐这个缓降机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要一只手抓紧那个绳子。还有手要推墙壁，右手抱住了，来去找心窝，把往上举，对，来。老人、小孩吃东西都可能不小心噎到，学习哈姆立克急救法就可以帮助别人捡回一条命。因为前阵子有人吃肉粽，然后噎到，那借我哈姆立克，结果及时的救回一命。另外，夏天戏水也是小朋友很喜欢的热门活动，消防分队也加入了防溺水的宣导。许多学童都会到一些不知名的水域做戏水，那我们希望借由宣导，让他们在有救生员的安全环境之下做安全的戏水活动。希望借由这个消防局提供的体验，让孩子能够具有一些消防安全的知识，然后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之后，小朋友能够有应变的能力，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可以帮助家人脱离困难。预防火灾、抢救灾害和紧急救护都是消防队员的主要工作。借由防火防灾宣导，小朋友可以学习如何减少火灾和意外事件发生，即使发生时也懂得如何自救救人，避免憾事发生。请教一下局长，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去年这一整年，我们这个消防队员出勤的一个状况，还有工作的内容。我们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在去年一整年，根据统计啊，大大小小的报案的资料有144,900件。哦，那最大宗的就是我们的紧急救护，有133,000多件。那其次啊，就是我们的火灾报警的有4,000多件，那有关捕蜂抓蛇6,000-7,000件，还有电梯受困，因为去年有一个大停电，所以电梯受困有400多件，包括我们自从气爆以后，我们高雄市只要市民闻到有异味，他就会报、我们去处理，400多件，所以等于我们每一天有大概400件左右的一个出勤量，所以工作是相当的繁重。那我们这些出勤量啊，我们消防同仁也是全力以赴去处理。是，所以大家对于消防队员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打火英雄啊，或者说呢紧急救难，在家里可能是一些突发疾病或者车祸啊，有人受伤了，看到有人受伤倒地，赶快打119，请他派救护车来救援。对 对，这大概都是我们消防队员这些出勤的一些状况。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预防哦，胜于这个抢救，如果民众呢能够多一些知道怎么样用电、用水、用火这些部分，其实就可以预防这些火灾的发生。所以我们就想请局长先来帮我们讲一下，如果居家哦，在家里面啊，瓦斯啦，或者说洗澡这些热水器的这些用火的部分、用电的部分，怎么样来正确的使用，才能预防这个火灾的发生？讲到这个火灾的预防啊，讲都很容易啦，要做到是很难，要做好也更难。那我们讲这个
预防啊，我希望是一个整体的预防，不要肢解的预防。所以我今天要分就建筑物的形态，我们现在大家住的建筑物的样态，一个是电梯大楼，一个是透天住宅。在预防方面，建筑物本身潜在的危害，这我们目前来讲是透天厝比电梯大楼来的危险。但是我们在住家人的方面也很重要，因为居住在建筑物里面的都是使用人或在里面活动的人，那你这个人本身也要有防火预防的一些知识。像我们平时你在使用，第一个原则，整齐清洁是最基本要求。整齐清洁，这一点要做到也不简单哈，因为你在整齐清洁，你就会注意到我的插座是不是有乱做这个延长线，或是我的电器用品附近有没有可燃物，我的楼梯通道有没有堆杂物等等。你注意到了这个先前条件，就已经减低很多的意外的发生。当然冬天我们会用电暖器，但是你也要注意你电暖器周遭不要有可燃物，或是我用的瓦斯，大家在家庭都在用，但是你也要注意使用安全的炉具。现在市面上很多有设计安全的炉具，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它会自动把它关闭的。或是我们的瓦斯炉热水器，像冬天大家在这个装用瓦斯炉的时候，如果不小心你装的是在密闭的空间，你使用的就要强制型的排外，或是用电热水器，那你的安全就更有确保。所以很多很多这个安全的一个知识，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市民能够利用我们的网站，或是利用我们自己出去的机会能够多学习。是，好，那除了说居家的这个部分之外，其实我们在放假期间呢、啊、也可能去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说百货公司啊、或者说这个电影院等等的。那这些公共场所的一个消防是不是也是像有一些消防上面的一些规定来做一些防范呢？那我们政府对公共场所对消防安全设备跟它的安全要求的标准又比较高，所以他在设计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消防安全设备，包括消防室内消防栓、警报设备、洒水设备、泡沫设备等等都已经设计进去了。那我们的大楼本身它就要依规定来请专业的消防设备师事去做一个检查、维护、保养，最后一个动作要向我们消防单位来申报。那我们消防单位也会适时的去做抽测检测或专案检查。那现在我们高雄市啊有很多比较高的大楼，三十几层、四十几层，这些消防部分我们有这些类似比较大型的机具，像云梯车这样子的一个救援方式吗？我们高雄的大楼渐渐的多了哈。那有关大楼的一些避难逃生或消防设备，它是比较充足的。那我们的一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大楼尽量用本身的设备去灭火救灾，不得已我们消防车、云梯车是一种补助大楼的不足。那云梯车我们现在高雄市最高的是70公尺，可以到23楼左右，然后其他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在一般世界上云梯车都是补助跟救人用的，那一般大楼是要用本身的消防安全设备去从事它的避难逃生跟抢救的一个动作，是设计的，就像一些洒水系统或者说灭火器，如果希望能够居家更安全的话，其实每一家都配备一个灭火器，其实也是比较好的方式。如果居住在大楼的，那你建造完成就已经有这些设备了，但是你就是平时要注意一个维护保养检查的动作，还要为认知，你要知道怎么去使用它的功能是怎么样。那我们透天住宅啊，因为现在法律没有规定，所以大家就比较疏忽，可能有的有自己买，有的可能没有买的，所以你就要知道我自己居住的在透天处，我要去买个灭火器，我要买个住宅用警报器简易型的，或是照明灯，在你家庭使用，你的楼梯也不要堆杂物，在逃生的时候你是要平面逃生，不要垂直逃生，因为你垂直逃生它淹的速度比你人跑得还快，所以尽量是平面的逃生到阳台，
或是去呼救，我们就会知道。OK， 好，那接下来再谈到这个紧急救护的部分哦。那像这个一般可能像冬天的关系啊，其实有时候会听到住宅附近嗡嘤嗡嘤哦，可能就是因为哪位老人家啦，可能是疾病一些突发，或者说又跌倒啊等等这样子送医的状况。那在居家方面的部分，我们怎么样来注意这些紧急救护，来避免这些需要打119的这种状况？现在冬天哈。紧急救护比较多的样态是一个是我们的长者有跌倒的状况哈，外伤，所以我们救护车就马上过去。第二个就是有心血管疾病的长者哈，因为天气冷，我们的血管啊，在温度温差大的时候会热胀冷缩，所以你有心血管疾病的，它就会产生中风或是心肌梗塞等等。我们也经常接到这种 case 要我们去救的。所以我们的长者或者我们在居家的时候，天气寒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保暖。第二个就是你要起床的时候要先在床上躺一躺，动一动，不要突然的起床。第二个就是你吃药的时候要定时的去吃药，预防它临时发生状况。但是没关系，万一你有状况有需要，我们119随时准备好。我们的士兵经常有一些接受我们救护过的长者都说我们消防人员比他的祖孙更加友好。有时候我们救治他以后，他要回馈我们，交代他的子女，这个他如果万一百岁以后要送救护车给我们，我们都非常的感动。这是我们士兵给我们消防人员的温暖，所以我们会感激在身，全力以赴。就等于是一个行善的一个部分啦。那另外其实大家在新闻上面也常常会发现，就是说人家那个妇女要生产的，连消防队员都可以做接生。对对对，我们消防人员现在都有经过 EMT1、T2、TP 的一个训练。那我们接生啊，在我们消防人员来讲是一个基础，都会做。那 TP 我们在医力医署，我们有跟我们的专业医师、紧急救护医师，他会给我们一些指导，线上指导也好，或是给药等等，我们现在的 TP 都可以做到了。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谈这个紧急救护部分。如果说自己有一些这个自救的方式哦，其实也可以缓解这些状况。像我们刚刚影片里面讲到这个类似哈姆利克这样的一个急救方式哦，长辈可能吃东西啊，吃这个枣子啊，或者说梅子里面有一些核桃，可能就梗到这个咽喉这部分，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自救的方式。可不可以请局长来帮我们讲一下哪些自救的方式？讲到紧急救护啊，这个，我们现在大众最了解最清楚的就是 CPR。那我现在手上这个就是希望是民众版的，叫做叫 CD，就是在发生我们的患者或者自己的亲人朋友在没有昏倒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有没有呼吸心跳，所以第一个叫就是叫患者叫醒，看他有没有意识，有没有清楚，有没有呼吸。第二个叫是�119，叫119，叫 A 就是要做 CPR。CPR 在做的时候啊，要注意就两线的中间一分钟按压100次，然后深度大概5公分左右，这样就有效。最后一个是 AED、CD，就一般民众为什么把 AB 跳过去呢？因为 A 就是清这个喉咙呼吸道，那个 B 就是啊要吹气。那一般陌生人啊，要他做这个啊，可能有困难，除非你自己的亲人，你就会做。那因为为了我们一般如果在社会上走动，有发现到为了我们陌生人愿意去做，所以我们就叫一般人就叫。叫 CD 就 OK 了，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们119如果接到通知，很快就会到达现场。那其实像这种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训练班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些学习的？甚至说刚刚有提到说大楼里面其实也要一些防火人的这样子一个训练，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下？我们消防人员对这个 CPR 的一个教学啊，我们也是很热心哈。我们有时候会趁我们的不管是灯会活动，或是我们大众集会的场所去做一些 CPR 的教学。那如果你是机关团体，也可以接洽我们，我们很乐意。那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不太方便，就上我们的网站，也有教导你怎么做简单的 CPR。
加 AED、哦、也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课程。对对对、嗯。那其实我们消防队员或者说我们的凤凰志工，其实也会到学校啊或者社区来做一些宣导。对。那这个目前的进行的状况是怎么样？还有哪些特别的？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这些自救的方式或者说预防的方式还没有提到的，可以请局长来说一下。我们现在消防有很多志工了、啊、哈、嗯，我们有三种志工，一个是帮忙我们去抢救灾害的。义消、哦、一个是做我们的先导的、嗯、一个是救护的志工、哦、那我们的志工啊这个平时都会配合我们、嗯、我们会去规划像在学校刚刚我们看的 VCR 学校机关团体社区里邻我们只要、嗯、我们有时候会主动去要求他们配合来做有一些是他们主动来要求我们去做我们都可以相互配合、哦、那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市民在学过有关的急救方面也好我们会叫哈姆利克 CPR 或是火灾里面的刚刚我们 VCR 提到的、室内消防栓的使用缓降机的使用烟雾、嗯、体验的逃生等等、嗯、我们都会去看我们的需求去规划一个先导的一个课程、嗯、是那还有一点其实虽然现在是冬天啦、啊、可是呢到了夏天、啊、大家喜欢玩水其实溺水的部分其实消防队员其实也是接获蛮多弄到海边去救援啊溪边去救援那这个溺水的部分局长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来做一个自救简单、在我们台湾溺水统计起来是相当的严重、哦嗯、那因为我们从小就父母都不喜欢我们子女到水边去、哦、都怕危险很危险那我们现在都到游泳池去学游泳、嗯、但学游泳以后我们的这些青年朋友又不晓得河边跟海上的水流跟游泳池是不一样的它是流动的水域游泳池是静态的所以到流动的水域他们就会喜欢去玩水但是他不晓得危险所以我都要建议我们的市民朋友跟我们的长者如果自己的子女要到野外去你最好让他去接受救生员的训练他会有一个野外注意水域的安全要怎么去野外游泳是比较安全要注意哪些安全注意事项如果你只有在游泳池你说你会游泳我认为你到野外还不会游泳、哦所以各种环境都可能不太一样、欸、对, 对、所以要克服这样子的环境对自身的这个玩水的部分也要做一些克制啦对对、比如说结伴同行啦对对或者说自己要基本的一些游泳的一些技巧或是到有救生员的场域去游泳、嗯啊、对、这个、也需跟没有救生员的尽量不要去蓄水、嗯、是这是我们的要求嗯，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居家的一些紧急救护的部分啊，其实另外一种困扰啊，消防局这边其实有接获，就是民众滥用这种119的这个救护的一个功能，其实不是一个紧急突发状况，他可能只是要去医院里面去一个就医等等，就打了119、嗯，那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呼吁跟防止呢？我们高雄市119的救护啊。就是紧急状态为最优先了、啊嗯、那因为我们也有市民是小病或是不是危急的也经常叫我们119、哦、那我们人力有限所以会耽误到紧急需要的市民所以我们为了防止滥用、啊、也定了一个收费办法、哦、我们消防人员到现场、嗯、如果发现他是小毛病看感冒而已或是没有这个急迫性我们会劝他自己就医、哦、他如果不愿意还要我们送的话我们就会跟他说明这个需要你自己费用1700块、哦、要收费的、要收费、所以经那有一些这个像 喝醉酒的路倒的、经常叫的叫常客那我们消防人员都知道哪一个人是常客、嗯、我们就拒绝他把他送医把这个救护资源留给需要的人、对啊其实说如果说自己知道平常固定时间就要去回诊的话其实用自己的交通工具、或者说计程车等等就将这个紧急救护的部分留给需要的人对对对、那我们消防队还有一个紧急救护的部分就是车祸的部分、如果车祸发生这一些需要紧急比如说骨折啦或者说大量出血等等要赶快送到医院其实这也是需要我们119来做一个这个抢救的部分那其实如果说能够自己一些预防的交通安全能够多注意的话其实就可以减少这些这个报案的部分吧对、我们救护里面、
每天大概有120件上下的救护案件，就是车祸的。车祸。那车祸，我就经常很感慨哈，尤其从国外回来哈，就会更感慨哈，因为我在国外旅游的时候，看到车祸的案件是不多了哈，几率不高。那回到台湾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只要一出门，大概都会碰到一件两件哈。那我在思考，我们台湾车祸这么多，救护也这么多。就是车祸啊，最主要的原因啊，我看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了。嗯嗯嗯，大家抢快，然后又不专心的开车，所以就造成我们台湾车祸比例很高。其实这些都可以避免的，这些都完全只要你遵守交通规则，专心开车，不要抢快，很多很多的车祸都可以不要发生，家庭悲剧也不用发生。但是你喝酒在开车的，那就更不应该了。对，这个也是要呼吁大家啦。其实这个在车祸方面的部分，多注意一些这些交通安全，其实这个减少这些交通事故，也减少我们消防队员这个出勤的一个数量。嗯，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最近也是争议蛮久，到底这些捕风捉蛇的这个部分哦，到底是要消防局来继续承接呢，还是由农业局？好像这个消防局这边其实跟农业局有一些做一些协定的部分，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我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市民朋友啊做一个报告哈。我们消防人员是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愿意帮助人哈。但是我们的人力有限哈，然后为了捕风捉蛇，我们每年6000-7000件会排挤到我们消防人员的信任跟其他的出路。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捕风捉蛇能够回归到我们农政单位，让我们比较专业，对捕风捉蛇比较专业的人员来做。因为一个消防人员要培养到他可以独立面对抢救灾害跟救护的话，要10年的养成。那我们捕风捉蛇就不需要我们训练这么久的人员来从事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跟我们农业局有一些沟通跟协调，大家协调之后，我们会慢慢的把这个捕风捉蛇移转到我们农政单位。我们农政单位会委托我们民间团体，经过专业训练的捕风捉蛇的人员来做。但对我们的市民是没有影响，你一样打119，一样打1999，我们同样只是去的人会不一样，会不一样，会不一样。那我们今年就从仁武跟大社区开始来小规模的来先进行。那以后再慢慢的看怎么样过渡期再转移给我们农政单位，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但是对我们的市民，没有服务都不打折，完全一样。所以我再强调一下，捕风捉蛇我们还是打119，只是说去的人会就不是消防队员，我们已经有由农政单位委托大社跟仁武区这两个区域，对，已经开始在早上8点到晚上10点。那10点以后还是消防人员会去，还是消防人员。那其他各区还是目前还是消防人员在做。是，那这些消防队员的这个人力训练部分，还是着重在这个打火啊，以及紧急救护的这些部分。救人为主要。救人为主。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大家赶快打电话打119哦，叫消防队员来协助我们。那其实这个报案方式已经开始越来越先进了，因为大家手机都很方便，所以我们消防局这边有开发一个119 App。好，这样子一个报案方式，那到底要怎么报案？请局长帮我们说明。我们119啊，为了服务我们的市民，我们原来是119专线，大家打不管手机或是我们家里电话打119都没有 OK。但时代的进步，现在不管大人小孩都是用手机的几率很高。那我们为了我们市民的报案更方便、更有效率，所以我们消防局就跟我们中华电信合作。开发了一个高雄市119 APP， 这个报案就很简单了，你只要下载我们高雄市119，就可以用按键式的报案。那你下载就到我们的，这个我们这边有这个安卓系统或是 App 系统，或是你没有就到我们的网站去下 QR code 以后，它萤幕就会显示出来有救护。救灾、其他案件、卫兵服务，你只要一点进去，自动报案。那尤其在这个山区了哈，没有门牌号码的，这个有个好处就是
你一点上去以后啊，它自动定位，卫星定位，经纬度就出来了。尤其在山区没有门牌号码，你迷路了或者你有什么困难呢，我们要找你也不容易。但是你用这个一点进去，我们经纬度一出来，我们人脸要找到你就很容易。所以我们设置以后啊，已经有68件。救了68人在山区迷路或是山难的，所以这种定位功能其实是蛮好的，对，好，消防队也很快可以找到地点去救人，对，这样子哈。那么在节目最后，请局长来帮我们做一个结论好吗？我要跟我们，市民朋友报告的就是，灾害都是可以预防的，只要你愿意投入一些些的资金，一些些的时间。来学习消防知识，只要你愿意，灾害可以远离，可以永保安康。谢谢大家。好的，非常谢谢我们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高雄亮起来，我们下次再会。